有相关的就是教材下载的连接。那另外这一次的课程邱老师会用到 XMind8 的部分，那如果老师没有安装过这一套心智图软体的话，那就再麻烦各位老师安装一下。好，谢谢。那我们活动呢准时呢于十点开始。好，各位现场的老师大家好，那我有稍微提前一点点开始啦齁，那我们是请助理帮我们先放到我们这次活动的广宣的那个简报。好，谢谢。好，那个各位老师大家好，非常高兴哦，大家星期六上午来参加这一场演习哦。那这是一系列由 Google for Education 这边来资助的一系列的教师专业成长的演习哦。那这一次呢是我们的第三场哦。那
在这边的话，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邱文胜老师来帮我们做这一次的这个研习。那其实邱老师在六七月的时候，其实已经协助做过一系列机电创客的课程哦。那在他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哦，其实有跟大家分享，有一个教学的一个流程，非常符合素养导向的资讯教育的一个教学哦。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话，我们有延请特别延请邱老师哦，来帮我们办理两场工作坊。那这个工作坊呢，第一场呢会是一个比较聚焦的，好，然后透过各个步骤的一个认识，然后逐步来落实资讯教育的一个教学。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第二场哦，所以也是非常让大家期待的哦。那今天的研习因为时间上哦非常的紧迫，因为我们研习的时间大概一个半小时哦，所以呢我现在很快的就要把时间交给邱文胜老师。那在交给邱文胜老师之前的话，各位老师如果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讯息列的部分。好，那讯息列的部分呢，里面有关于这个今天的教材，还有一些 XMind 的下载。那各位老师可以趁这个时间，可以可以赶快的下载相关的一个资料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请各位老师？哎，那奕晨，你是不是把你的共享先关掉？哎，不用签到，老师不用签到。好，那奕晨，那个我们是不是各位老师可以露一个脸？如果你方便的话，然后我们给邱老师一个掌声。我们先谢谢邱老师这一次来进行的这个研习活动。好，谢谢邱老师，谢谢。好。好，那现在时间就给邱老师了。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感谢大家哈、哦，那个要开学了哈、哦，心情有点沉重。好，我就直接把画面分享一下哈、哦。好，那我想今天是礼拜天啦、啊、齁，所以各位不用那么拘谨齁，我们就各位放轻松啦齁，有那个要吃早餐的就继续把早餐拿起来吃齁。好，那我们今天的目的主要是之前我们有提了很多这个在科技领域的教学。有很多的一个面向，那其中就是比较主要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那个科技领域的核心，然后不要只专注在技术的部分，就是在国中小我们在科技领域的核心，各位应该蛮清楚的，生科是设计思考，资科是运算思维，然后里面还有一些什么素养化啦、自主学习啦、创造力的开发等等。那这些东西是国民教育里面在科技领域希望我们在学校可以教得到的。那可是实际上我们在学校上课的内容呢，我看我以前跟大家也都一样，我们都是只有教技术的部分，哦，都只有教技术的部分，比较少去谈到什么未来的生活的能力，然后这些东西的相关的理论方法，你要怎么样透过你的写程式的教育或者是开放硬体的教育，然后去让他可以把这些方法去用到生活上。好，那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之前在很多的研习场合或者是演讲上面都有提到这个部分。那我想先了解一下在场的在场的各位老师，如果你有听过我们之前的上课或者是研习或者是演讲，有听过关于我讲这个为什么要学程式，然后科技教育要怎么教的这些相关理念核心的部分，有听过的老师请你在那个讯息列加一好不好，让我大概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比例。那我们在就是在这一次的开课的讯息上面，其实我也有把我们之前有提到的相关刚好有录影的部分，包括那个S4A 的这个录影，还有联发科，还有那个我在 CostCup 上面的演讲，
在这个部分其实都有提到，那录影我们 也有放在上面的连结上，所以如果老师还没有听过上面相关的理念的话，那就麻烦老师抽空去听一下，因为那个才是比较在精神上比较重要的部分。我想所有的科技领域的老师应该要知道这些东西。那我们今天的课程主要是针对比较具体的在课堂里面的实施的很简单的步骤。好，那在开始之前，开始之前呢，我们要跟各位提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资料夹里面，各位在各位在下载那个教材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两个资料夹哈。那这个资料夹呢，这个0828这个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提供给老师的教材跟参考资料，然后请各位先把它下载回来，然后另外呢，请你把 XMind 把它装起来，因为我们等一下其中有一个练习会用到心智图。然后这个另外这个档案角交的资料夹呢，是麻烦各位就是今天课程之后你所做的那个简报的练习的这个档案，请你把它交回来。好，那哪一个档案呢？在我们给各位的简报里面，就是这一个素养导向科技课程设计。好，那我们今天都会用这个简报进行课程，然后这个简报里面会有蓝色底的部分，蓝色底的那一页就是各位要做的练习。好，那我们会提醒各位在做练习的部分在上面怎么操作。然后另外就是各位这个档案你自己练习完了之后，你存档的时候请你记得把后面的档名改成你的名字，那如果不想要曝光自己名字的，你就取一个代号哈，然后到时候把这个档案呢就丢到档案角交的资料夹就好了。这个部分是我们要拜托各位帮忙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就继续进行哈。好，那所以这是刚刚提醒各位的哈，就是蓝色页面是要练习的部分，然后课程之后我们会有一个问卷，好，那请各位帮我们填写一下。这个部分因为跟那个学术研究有关，就请各位再帮个忙，然后你的练习档案也帮我们交回来。那之后明天晚上我会用各位在问卷上面登录的这个姓名做抽奖，那抽到的部分我会送小礼物到各位府上，所以明天晚上之后呢，请各位就留意一下那个电子邮件。如果有收到电子邮件的，就麻烦你回填给我你的联系的地址，方便我去寄礼物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正式的课程哈。那大概有一半的老师有听过之前的一个课的部分，那我们这一次呢就针对这个我们的理念怎么去落实的这个部分，我们其实把它简化到很具体，只有六个步骤，那这个六个步骤里面怎么做，就会今天会跟各位做个简单的分享。那首先各位以前在写教案在做课程设计的时候，都会有引起动机发展活动跟总结归纳的部分，那其实我们也是在这个底下去做系统的这个重新的分配。那首先就引起动机的部分，就是我们这次就是换一个名字啦，赋予任务，待会我会做比较详细的介绍。然后在发展活动的部分，以前就是实际教学的部分，那我们这一次就会把它再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是系统拆解，第二个是整合制作，第三个是回馈跟修正。然后最后呢，在课程结束的时候做总结归纳的时候，我们把它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自主学习跟后设认知的部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创造力的引导跟素养导向的部分哈。那所以拆成这六个步骤之后，各位未来如果说想要把我们这些理念在课堂里面实施的话，其实就是按照这六个步骤
就可以去很容易的把这些核心理念给实施出来。那我这边有一个前提，就是说虽然我们提供这六个步骤，但是各位老师在课堂的进行上面没有一定要一次把它完整都呈现，没有一次要完整的呈现。那你可以某比如说我今天想就是想单独训练系统拆解的部分，一次就是一次一个嘛，让学生有概念之后我再进行下一个，所以你可以一次只放一个或一次放两个。那如果你觉得你的学生已经程度都 OK， 那你就可以把一次全部把整个轮回整个这个循环把它整个做过一遍会比较完整哈。那所以没有强迫说一定要全部都实施了哈，那你可以一次试一个。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就把这六个步骤就是带各位跑一遍哈。好，那首先第一个部分是赋予任务哈。那我想任何的课程哈，你要引起他的学习动机，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动机的部分。那在这个动机的部分呢，我在先前的课里面有提供各位的有关一个动机提升的部分，尤其是在我后面有这个八角化游戏化八角的一个任务动机的部分，那它里面分成八个提升动机的方法，那其中四个是内在动力，然后另外四个是外在动力，我想这个之前我们就提过了。那对于比较成熟的学生，我们会比较习惯给他内在动力，因为他可以驱动自己能够自我成长。那可是比较像中年级或者是刚接触你课程的学生，那他从来没有这个 自我的还没有那个自己可以管理自己的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会习惯用外在动力。那其实这些都是可以混合的，可以混合使用，可以混合使用。那这个部分就老师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参考一下。那我们回到这个页面来，就是在第一个阶段我们是赋予任务。那赋予任务的话，如果可以同时做到那八个动力的项目，那你这个引导就会非常的有效。那小朋友只要有动力，任何难关他都可以克服，任何的困难东西再怎么难他都能够想办法去克服。那所以我们这边给各位一个练习，各位看到这个简报是蓝色底的，浅蓝色底的，那这个就是要请各位练习的。好，那请各位看一下这个步题，学校里面低年级为了配合那个毕业晚会的演出节目，要演出一场玛丽有只小绵羊。好，那我想各位应该知道玛丽有只小绵羊，我们这个设定就是因为它比较简单，因为它里面你弹那个玛丽有只小绵羊里面只有三个音，就哆瑞咪三个音，那咪瑞哆瑞咪咪咪瑞瑞瑞咪咪咪，你从头到尾它只有三个音，所以你拿这个 来当做题目来做练习会比较简单一点。好，那幼稚园老师呢想让孩子跟家长们耳目一新，那跳脱以往那种毕业晚会演出就是纯唱歌跳舞的一个元素，他想要增加一点科技感。那因为他知道我们高年级的学生有学过创客，所以就想请那个高年级的同学，就班上的同学，想帮忙设计出一个具有科技感，然后又可以加上肢体律动运动，用身体去弹奏音乐的一个新颖的演出方式。然后也同时承诺各位同学，就是专案完成后要请老师请同学吃麦当劳。好，就这个步题来讲，各位去想一想，他有没有提供这些内在动机。那我已经先帮各位勾一个了。好，那各位可以去想想看这个里面还有哪些是有这个成分的，各位可以把它勾起来。那勾起来的话，就像比如说你觉得他很有创意性，那你就会知道说他的创意性在哪里。好，那请你针对命题的部分做一个勾选。那因为他是纯简报档啊，所以各位在打开这个档案之后，你直接可以用复制或者
打改成 V 就好了哈，就是可以勾选。然后在这个地方，如果你觉得这个命题命的不够好，你觉得哪里还可以改，请你把你的想要改的内容直接写在下面。好，那这个部分的练习，我想给各位五分钟。好，那请各位把简报档打开，开始思作。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开启你的麦克风，我们可以再跟各位做个讨论。好，那我想我们开始计时一下，好不好？各位开始思作哈。好，那有各位如果有任何问题，你就打开你的麦克风，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好，你怎么样去赋予学生很强烈的动机，让他很有动力想要做这一件事？好，你觉得这个布题的方式好不好？有没有哪里可以改进的？好，这一堂课会比较多给各位老师实作的部分哈。那如果各位需要那个参考游戏化八角，在各位的那个 XMI 我给各位的参考资料里面，它里面有游戏化八角的 XMI 的心智图啊，你也可以看那个简报后面几页哈，后面这边也有大的项目，那 XMI 里面这里面都有细项哈，如果你开 XMI 的话可以看到更详细。以前我有上自然课，上自然课的时候呢，我们的老师的孩子我也有教到。那有一天，我们那个老师是比较拘谨的哈，非常严格的老师。那有一天他就冲来学我的教室，一副好像要质问我的那个表情哈，我就觉得很害怕。然后他就问我说：“邱文胜，你到底是怎么教小孩的？”我就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他跟我说，他们家的儿子上完你的自然课回到家之后，就一直在问，一直在问，为什么那个宇宙怎么样，为什么那个星星这样动，为什么那个童话故事怎样，他就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问个不停，他觉得烦死了。他说为什么上你的课上完之后学生动机那么强，然后一直上网找资料。哦，然后连饭都不吃，啊，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动机很重要啊。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哈，我就是跟他讲了那个罗马的神话故事，然后再带着他们看星座，啊，让他因为小孩子对这些东西非常的有好奇心，啊，尤其是那种未知的秘密，啊，所以你只要引起他的强烈动机，我想他后面他自己会有那个动力，啊，去做学习。那如果加上你给他的很好的方法，很好的学习方法，探索的方法，那他呢应该在学习上面会很快的去进步哈。
好，还有30秒。好，那如果各位老师没有做完也没有关系啦哈，就是我们在反正各位2天放假嘛哈，还有一点时间，你可以再把它做个补充哈。好，我想时间差不多了哈。好，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其实在这个动机的引导非常重要。所以，身为一个老师哈，你要有办法帮学生洗脑，你要有办法去说服你的学生。所以，讲故事的能力非常重要。哦，你要有那个很棒很棒的行销能力，而且是自入行销哈。那这个部分就有机会的话，各位可以多多去练习了哈。好，那第二个部分哈，我们在阶段一赋予任务的部分呢，除了刚刚的这个引起动机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设计思考里面，当你接收到一个任务之后，你必须要去做这个任务的定义。哦，你要知道你的条件跟任务的要求到底比较确定的关键是什么。哦，它的刚刚那个漏漏等的那个命题里面到底。他要的是什么？重点在哪里？你要先找重点在哪里，然后找重点在哪里之外呢？你要知道说你的基础的条件是什么，你有什么，你可以就是你的输入跟输出，然后中间就是你要规划的部分。所以我们要先明白到底有哪些是我们最后要的输出。好，所以在那个赋予任务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可能会去根据你的命题啊，根据刚刚这个命题呢，你要去抽出里面的重点啊，所以我们你可以使用9宫格是比较简单的工具哈，那这个就是 A4 的纸张拿来折成9个格子就可以使用，完全不需要任何的电脑啊。当然，如果你有电脑也是很好，那甚至可以小组讨论共作哈。好，那这一个练习里面呢？我已经帮各位填好6个内容。那所以你通常我们就是把那个主题写在中间，所以你要小朋友去想一些事情，去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是把9宫格拿出来，然后把你的主题写在中间，然后请各位去刚刚的这个题目里面去找出我题目的要求重点，把它写上去，还有你的条件。好，就是我们要用什么做？老师电脑课，我们学校有什么材料，就只能用这个做。好，这些条件都可以把它写上去。那如果你有超过8个的话，你就精选8个最重要的把它填进去哈。那我这边有举几个例子了哈，因为我们学校可能只有 Arduino，所以我就把就这个题目就只能用 Arduino 做，所以我就把 Arduino 给画上去。那关键字或者图案简图都可以哈。然后呢，我从题目里面呢，就去找出很重要的部分，比如说，晚会演出要有很大，因为是晚会嘛，所以你要有效果，所以动作要放大，然后那个音乐肢体动作，都要把这些东西弄大，然后要从 Arduino 的输入变成舞会的一些输出，或者你从你的肢体的律动的输入去变成一个音乐跟灯光的一个输出，哈。然后，要先做一个小小的原型模型，如果验证是可以动作的，你再去扩充成舞台的设计。然后除了那个音乐之外，有没有一些笑点？因为毕竟是舞台嘛，哈。好，那各位再想一下，你还有2个格子哈，我们再给各位3分钟。好，各位可以想一下，那根据刚刚这个题目里面。我还有哪些重点，或者我有哪些条件是必须在从事这个任务的时候要注意的？好，我的目标，重要的目标有哪些？好，请各位想一下，把它填进去。好，既然你是一个晚会演出嘛，哈，那你的群众、学生、老师、家长就会是你的对象。啊，你可能觉得说，
这三种对象，他们想要看到孩子表演，想获得的是什么东西，那个其实就是重点。好，那还有各位自己想哈。好，还有两分钟哈。好，从那个题目抓出重点，抓出架构，这个其实也是运算思维抽象化的部分。好，那他也是，邱老师，等一下可以跟老师稍微互动一下吗？因为我们可能有的老师还没有抓到那个点，对，我也好像有点抓不到，哦，好，好的。好，那我想前两个部分我就直接跟老师直接再互动一下哈。好，那比如说哈，根据我们的这个任务，好，那我们希望再做一个晚会的演出，那对象是低年级要出来演，那我们希望说，所以对象你的对象是低年级，这个就是重点。然后呢，你要演的是玛丽有只小绵羊。好，那所以这是一个三个音调的一首歌哈，然后想让大家耳目一新，所以你要跳脱以往的这个唱歌跳舞的元素啊，你要增加一点科技感，所以我们会把那个 Arduino 放进去哈。那所以这是一个肢体运动加上音乐弹奏的演出方式。好啊，麦当劳。好，所以你根据这一个题目里面，你会去抓出一些你想要的重点。那所以我们在这个九宫格的发想里面，好，你根据刚刚这个题目，那因为我的条件限制就是我学校只有 Arduino 的器材，所以我就表示说我要用 Arduino 来做。好，那其他的像刚刚比如说。我们的观众是家长，那你觉得家长想要的是什么？啊，家长想要的应该是看到孩子天真活泼，对不对？邱老师，这个部分可以跟那个其他老师互动一下吗？是，好，我们待会请几个老师来分享好吗？好，我只是举例的哈，那孩子可能希望。家长可能希望孩子天真活泼了哈，那老师可能会希望看到的是学生在学校里面有学习，啊，那其他的同学呢，可能希望看到的是很好玩、很有趣，啊，你可能动个嘎吱窝，夹个嘎吱窝就弹出那个哆之类的哈，那刚刚这个部分就是根据你觉得这里面会有哪些东西，比如说，我这个演出是要把科技感放进去的，那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 Arduino 或感测器的东西放进来，那它就是属于很有创意的，它没做过的，很有创意的。那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是不是会有一些影响力？你要去考虑到这个部分，或者是说小朋友如果来做这个专案，他会不会觉得很刺激啊？这个东西我没有做过，这样做起来应该很好玩，很多东西不知道，可以学到很多新东西之类的哈。那是不是可以请老师们，有老师写好想要分享的吗？我们征求一位好不好？如果有老师想要分享的话，
请在那个讯息列上面加一哈。那我们有分享的老师就不用进入抽奖程序，我直接送你小礼物，有没有？老师不要客气。有吗？哦，好，有老师要分享。那我们请丽娟老师，把你的荧幕，分享给大家看一下，好吗？好，好，好，好。那个也麻烦奕晨帮我记录一下分享的老师的姓名，那我之后会寄小礼物。这样看得到吗？看得到吗？有，看得到。好。就是我写那个这个，自己看有点模糊。我把它加进去说，表演完毕会由现场观众票选出奖项，就是比照什么金曲或金钟设定几个奖项，什么最佳表演、最佳音乐、最佳科技、最佳色彩、最佳灯光、最佳创意什么、最佳造型那些，然后再送礼物，然后就是为了造成有互动的话，就是毕业生也可以准备礼物，由他自己颁奖这样，然后表演同时同步在 YouTube。直播，然后这些得奖名单会公布在学校网页，然后引起学生的就是创造成就感这样。哇，老师分享的非常棒，同时营造了这个晚会的互动性，然后那些作品在那个舞台上展出，那学生制作的学生本身会非常有成就感，好，而且又在 YouTube 里面去做演出，我想应该也有影响力的部分吧，人家会就会说这个，学校的学生太厉害了哈，连Arduino 都可以搬到舞台上，然后可以有这么创意的方式去产生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表演。好，那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哈。好，谢谢。好，那我们之后的这个每一个练习的部分，我们还是会也是会就是请老师再做一些。分享哈，好，那我们就继续课程的部分。对对对，那个刚刚这第二个部分有老师要分享吗？有没有老师第二个部分可以分享一下，在九宫格的部分？各位不要太客气哦。好，钟修老师，好，谢谢钟修老师。那麻烦钟修老师 po 一下画面吧。老师好哈，老师好哈。那现在有没有看到画面？有。OK 哈。好，那我大概就随便讲一下啦，因为刚才老师已经讲得很好了哈。那我因为想到 Arduino 部分，可能一开始我想到是键盘方式在执行。那有时候可能是那个可用性的部分，可能小朋友有机会让现场小朋友上去表演。那可能那个装置就要让他可以，不会说一下用就坏掉。那后来老师讲到一些互动的方式，可能有时候可以用体感呐、或是肢体用脚去踩键盘的方式去播音或什么方式，然后在使用上可能让孩子都可以知道说，怎么去操作。如果有些孩子他本身就有学音乐，他可以上台去表演做互动的东西，那不是只有做那个作品的小朋友他觉得做出来很有成就感，那其他参与觉得说，怎么有这么好玩的东西？那可能小朋友也会想说，高年级他也想要做看不同的东西来试试看给大家玩这样子。那以上是我简单的分享，谢谢。好，谢谢钟修老师。那我想这个部分呢就是主要的重点哈，主要重点其实就是希望在这个阶段，然后大家可以抓到你的这个主题任务的重点，然后去跟同学讨论做一点分析，然后提供他很高的动机，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好玩他才会想学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进行下面的部分哈。好，我再把画面分享一下
那所以这个部分后面，我在每一个练习的后面会放参考资料，那这个参考资料就，各位就之后可以再继续看哈。那接下来进到第二个阶段哈，那第二个阶段呢是赋予，系统拆解哈，我没改到，不好意思，这边是赋是那个系统拆解。好，那系统拆解的部分呢，就是根据我们刚刚的已经抓出来的一个主题，刚刚我们已经抓出来这个主题跟你想要做的部分，那我们以往的做法是老师教学生做，老师教学生做，所以我做什么学生跟着做什么，所以做到做到后来学生没有自己的想法。那我们在这里呢，如果在制作之前加上系统拆解，加了系统拆解，那学生就可以把原先那个玛丽有只小绵羊这个部分的大系统原先可能不知道怎么做，那他就可以把它分出小系统，比如说在音乐弹奏的部分他要怎么处理，那比如说他的那个输出灯光的部分他要用什么零件，那什么程式积木之类的，那输入的按钮要怎么去处理，他就可以把系统给拆出来。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使用的工具其实心智图是非常方便的。那如果你是用小组讨论的部分，那小组讨论的部分你也可以用线上工作的心智图哈。那除了心智图之外，另外我们讲常用的曼陀也可以这样子去做哈。那如果你的步骤是有顺序的，你使用曼陀罗的时候，你就可以把那个顺序按照顺时钟的部分把它排出来。好，那我们这一次要练习的是用心智图，那所以我们在给各位的资料里面，这里有一个玛丽有只小绵羊的系统拆解的空白档，请各位把它打开。那打开之后呢？可能长相像这样，那我们就请各位老师可以稍微想一下哈。我如果要今天要做这个玛丽有只小绵羊的这个系统，就是可能有三个输入感测器，可能是按钮，然后按下去之后会发出哆的声音，然后会有灯光或者是灯条之类的。那这样的一个系统，它会有哪些部分？那你就可以去猜去猜，那你可以用硬体的方式猜，你也可以用任务的方式猜，那随便老师去猜，那你也可以重新做分类，比如说你觉得这个是这一类的，那你就把它挪过去，就可以换重新做分类，那我们这个部分给老师五分钟试试看，那心智图它的用法应该蛮简单的哈，就直接如果你要新增节点，就按 Insert， 它就会增加一个节点。那如果你要换位置，就把这个节点拖移，就可以换到别的地方去。好，那这个部分我们给老师练习一下。那重点是你要把那个玛丽有只小绵羊这个大系统，把它拆成小小的系统。它的输入部分有什么？它的输出部分有什么？或者是它的表演方式之类的。好，那请老师做一下简单的练习。那我们一样给各位五分钟。好，那我在各位一边做哈，我在给各位的资料里面呢，其实我有给很多简版跟详版的，我这边试拆的哈，就是举例啦哈。好，比如说我可能要准备这些材料，那我的程式可能要怎么写，那我的这个按钮可能是有几套，然后这个按钮做什么事，你都可以这样猜，你可以用硬体的方式猜，那你也可以用用那个演出的方式猜，就是整个任务的方式去猜。好，所以有各式各样的方法，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想法去猜，没这个没有固定。
好，那各位老师就试着做做看。好，那这个在运算思维里面，它是我觉得是各位知道那个武林第一凶器就是那个折叠椅嘛，哈，这个心智图哈是学习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工具哈，所以把心智图学好，真的，它里面其实如果你不教程式，但是你想学运算思维，心智图就包含了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的所有的方法在里面。好，好，那各位就猜一下哦。好，那如果你不想动用 XMind 的话，我们简报上面你也可以直接去复制这个框框，然后改里面的字，然后把它叠进去，好，这样也可以了哈，只是比较麻烦一点。好，那各位如果心智图做好之后呢，你可以使用电脑的剪贴工具，然后把你的心智图直接剪起来，然后贴到这个简报，把这个图换掉就可以了。好，那我在后面有三张资料哈，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就是我们通常如果在学校跟学生讨论的时候，我会先让他自由的发想，所以都把他学生发想的内容直接 key 在第一层。然后第二个步骤，我就会让他做分类，就是把这些发想的部分先做一个简单的归类。那归类好之后，就再去检视它的架构，哪里有没想到的，再去做补充，那就会最后就会变成比较完整的一个系统拆解。那这个系统拆解的好处，它其实就是帮助你把大的任务变成小的任务，然后当你变成小任务之后，你就可以一次只有 focus 在某一个小任务，然后去完成它，然后你的就会有成就感，而且比较简单。好，那你每一个任务都这样去完成之后，全部的任务完成之后，你的大任务就完成了哈。所以这个是系统拆解的一个用法跟它的含义。学生在思作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的简单。所以你就不怕接到很困难的任务。因为我们的课堂有时间的要求了哈，那所以如果今天这练习你没有办法完成，你可以事后再就是利用一点点时间哈，可能中午下午再稍微做一下，把它完成。我想你对整个这六个步骤会有比较清楚的认识。那我们待会也是征求一位老师帮我们做分享。好，我们征求一位老师分享一下好吗？还没做完没关系，就是一个大概的想法。有吗？有老师要分享吗？现在上课我刚好分享，可以，他说分享就会送小礼物，分享，对，分享会送礼物，直接送不用抽，对对对，不要客气哦。好，婉珍老师就麻烦你分享画面吧。不好意思老师，我还没有写完，没有关系。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有一个那个是互动的，是你
你就直接把画面分享给大家好吗？啊，等一下，我说我还没写，还没写好，等我一下。好，没有关系，因为时间实在蛮短的哈，难给各位完整的做完。对，然后我只是要想说，我这里面想要有一个观众互动，因为有时候表演的话会怕冷场，那我会觉得说给那个有一个侦测声音的，声音响度多大，光线就会多亮，然后让观众来那个，就是譬如说请他们互动的时候，他们声音大一点，然后整个舞台就会觉得亮一点这样子。哇，老师超有创意的。对，谢谢。不过这个任务蛮难的哦，因为舞台如果有用我们的专案去做的话，那个 LED 或者是灯条，它的亮度其实没有达到舞台灯光的效果的，舞台灯光的那一种亮度。那如果你要控制交流电的那种 spotlight 的话，舞台的灯光它会需要用到那个 track， 那个非常昂贵，一个 channel 可能就要20000块以上哦，这个比较对我们来讲比较困难，但是可能要那个舞台音响的公司来做配合。但是这个 idea 非常的好，我很喜欢。好，有没有老师有其他这个心智图部分要跟我们做分享的，或者你是做九宫格的也可以，有吗？好，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之后哈，我们之后还会有其他的分享。那老师你再来补充说明也可以哈，也可以。那我们就继续进行哦。好，那接下来第三个部分哈，我想因为大家都把系统拆解好之后。以这个例子来讲，你把系统都拆解好之后呢，其实你就可以开始进入实作的部分，开始进入实作的部分。那在实作的部分呢，你可能就会根据你的这个内容，好，我就开始就先准备了这些东西，然后开始把这个按钮，第一个按钮给接上去，接上去之后呢，我就会开始做一点测试，那所以这边你就会想说，我的按按钮之后要做亮灯，要发出声音，然后要做什么动作，就会开始按照这个系统拆解的内容去做你的程式跟硬体的部分。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会进入第三个叫做整合制作的阶段。那这个部分的重点其实就是要我们透过那个你拆解的系统，然后让它呢去学怎么去自主控制，就是控制你刚刚这拆解的，你要怎么去完成它，我哪一个要先做，那做完之后呢，我要做一点简单的标示，比如说，好，以这个来讲，做完之后我做简单的标示，比如说这个部分我已经做好了，做好了我就在上面加个旗标，好，那各位都知道那个心智图有加旗标的功能嘛，那所以包括比如说你灯光显示的部分，你的灯条你可能已经做好了，那我就在上面做一个OK 的记号。那如果你发现你用281的灯条你觉得很复杂，或者是说你不会控制或怎么样的情况，你就加另外一个记号，那后面可能会再加一个简单的注解说不知道怎么控制，那之后可以再做询问哈。那像这个就这全部都做好，就把它打勾打勾打勾，然后可能突然想到说，哎，那我这三个按钮不是都是做同样动作吗？三个按钮都是发出声音跟发出灯光，那我为什么不把这三个按钮做成一个模组啊？就是一个按钮做成一个模组，那以后我要扩充就是整个模组再丢一份就好了啊。所以你可以再加一些括号跟连接线做注解的部分哈，做连接的部分。那这个是在我们在实作的部分，那实作的部分你也可以把你的比如说电路图把它贴上去，然后你的程式怎么写把它贴上去，甚至照一点照片做记录所以这个部分也可以去做你的过历程的记录，然后在一边做的过程中把你刚刚的这个系统拆解过后的那个
心智图在上面做简单的注记，哦，简单的注记。那这个一方面就是让你学会控制进度，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已经做了，那我这个还没做，那我看一下时间，哎，我可能今天先做这个，啊，明天再做这个，或者是分工，哦，A 组做这个 B 组做这个，然后做出来之后再做整合，哦，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方式，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你的任务。好，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给各位做一个练习，哦，就是一样在我们提供给各位的资料夹里面，在参考资料里面呢，你可以开一个简版或开一个响版的玛丽有只小绵羊。那打开之后呢，好，你就在这边 有注记的功能，好，注记的功能，比如说你这个做好了，你就在上面做点简单的摘要，打个勾，好，打个勾，好，那你觉得这个地方哦，可能有些状况，那你就做个，哎，其他的记号，比如说完成四分之一，哦，完成三分之一，然后后面加一个简单的，后续要做的动作，哈，哦，这当做是一个，哎，不管了哈，当做是一个历程的记录，哈，进度的记录，或者是之后要问谁，啊，哦，或者这个跟哪一个有关，你就加一个连接线，哦，加一个连接线连过去，然后上面也可以做一些注记，哦，好，那麻烦各位就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练习，哦，那这个部分我们，也给各位三到五分钟，那如果你，还没有刚刚上面那个还没有完成，你可以继续把它处理一下，那我们一样再征求一位老师，哦，再征求一位老师来做分享。嗯，那邱老师，我们可以用之前的档案继续做吧，哈，就是用这个档案，哎，就说我们可以不要用你的，用我们刚刚自己做的拆解的，可以，可以，可以，对，哦，可以，好，谢谢，当然可以，谢谢。啊，你就去模拟一下，你在实际在做那个子系统的时候，假设我今天，哎，这个部分已经做完了，那我就做一个简单的注记，好，那。这个部分呢跟自我控制 自主学习、哦，自主学习是一个蛮重要的关联，哦，因为当他做习惯这样的一个动作之后，他一边做他的实际要操作的事，然后一边去控制自己的进度，然后看着清单，他知道他什么做了什么还没做，哦，那他就会对自己的进度有一个底，哦，然后去可以去做自我控制的这个动作。好，所以这个是训练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能力，哦，自制力。那所以以前我们在补习班工作的时候，那个班主任会给我们一张条列式的工作清单，哎，你今天要完成这些项目，那所以我做好就会在上面打一个勾，把那一项划掉，好，那这是同样的东西，只是我们改成用心智图做标记。好，如果有问题的老师你可以直接开麦克风直接互动没关系，那如果老师有意愿要分享的，请你在通话讯息里面好就回应一下啊，如果都没有呢，诶，我们可能等一下会点一下老师的姓名，麻烦老师做一下分享。好，哦，不要客气，哦，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哦，我今天也只是一个分享而已，没有指导的这个成分，哦，啊，重点是希望说各位稍微改变一下教学方式，改变一点点，学生的收获会更多，哦，你是说哪一个连结？资料的连结吗？好，教材的资料的连结，哦，稍等一下哦。好，来了哦。
哦，心智图真的很好用，个人强烈推荐。你会把心智图用在工作，用在生活，哦，不管是学习，哦，还是工作，还是企划，还是讨论，写作文，哦，或者是了解某一项新的学问，非常的好用。运算思维里面所有的成分它都有，资料表示、演算法、抽象化、模式识别、啊、系统拆解，它都做得到。好，有没有老师准备要分享的？各位老师都太客气了哦。好，那如果没有老师，那我就要点名哦。好，我们待会可以请，好，时间到哈，我们待会可以请那个乌林国小洪茂峰老师，可以分享一下吗？茂峰老师。茂峰老师还在吗？邱老师，我可以分享一下吗？哦，好好好，好，谢谢老师。哦，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好好。好，那个这样可以看得到吗？看得到吗？可以，可以。好，那就是我自己想的是说，做一个有点类似像那个就是什么太古达人的那种方式，就是说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在程式上面会有不同的提示知识的图片，所以这是输出的画面。然后接下来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像按钮啊、音效跟灯光的部分。那我现在是想说，输入的部分是有两个部分可以输入，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想说可能可以做一个人造钢琴之类，那就有人可以在这边可以弹奏这样子，对。然后另外的话，可能观众的按钮的部分，然后可能就是观众的可以看表演的部分，然后他们可以做一些情绪灯光，譬如说按就是觉得很棒或是不好，然后他就可能会有不同的灯光。那另外就是当然这个键盘的部分可能就会影响到这个蜂鸣器，就会有声音的发出。那大致上就分享到这边，就有一些简单的系统性的想法。好，谢谢。好，谢谢老师。好，一样送礼物。哦，太好了。好，那还有没有老师要分享的？好，我想各位第一次做这样的一个课程可能都害羞齁。好，那我们就继续了齁。好，那各位老师齁，你完成之后就麻烦齁，麻烦你把那个你的画面把它直接剪贴在里面了齁。那各位也不用担心，也不用说一定要其实当老师都觉得要很完美才能贴上去，那其实不用，因为我们有些是想法的分享跟过程的学习，我觉得这个部分会比较重要一点。好，那么接下来刚刚我们就是在制作的，就各位平常在制作的那个过程中，我们就加入了那个检核你的工作清单的一个元素，那这个部分会帮忙老师训练学生的自主能力，所以未来你有一个案子要给学生处理的时候，除了刚刚系统拆解完之后，你就要让他知道说我们这么多小系统，你怎么去安排你的工作期程，类似这样的一个动作。好，那接下来第四个步骤，
我们已经到一半了哈。第四个步骤是回馈修正的部分。那回馈修正的部分呢，主要就是做完作品之后，我们通常会有几个事情哈。那第一个就是要让学生发表。那发表的话呢，我们通常会跟学生讲，为了训练他发表嘛，因为这个沟通表达也是就是新课纲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哈。那所以我们通常会跟他议定说，哎，你先讲你的想法跟设计，然后呢再做你的作品的解说跟有没有解决问题的检核，然后最后呢你可能来一个简单的省思跟未来的期望，比如说我现在这个虽然做到怎么样，那我觉得以后搭配什么，或者是说以后科技发展更成熟，我希望可以做到怎样之类的哈。然后接下来最后一个是讨论，就是因为你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安排一些自评互评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就是可以再纳入说意见的讨论哈。然后你会跟学生在讨论说，哎，那你在发表这 四大项目的时候你有多少时间，所以每一个项目大概会有多少时间要让他自己去学着掌握好，然后你每一个东西的内容一定会有很多，那请他就是锁定三个重点就好好，这样子的话他在表达沟通分享上面应该就可以比较容易去掌握。然后你要利用这个时候去建立他的信心好，尤其是那种平常在学业上表现不好的那一种，那他平常在学校其他领域可能就没什么信心，那这种小孩你要麻烦各位特别的关心啊哦。好，那比如说他，你就专门去挑出他某一点，可能那个点很小，你就把他的具体事迹讲出来，然后让大家可以对他的这个部分是很棒的，可以值得学习的，让大家也对他给予他信心哦，养成他的这个健全人格，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特别特别要跟各位提的哈。然后另外当然就是让作品更好的方法，然后如果之后还有课程还有时间，他就可以再继续的修正改进，给他这样一个成长空间哈。然后当然就是最后第四个就是榜样学习的部分，哪些做法更好，提出来让同学做学习，尤其是你要强调的关键重点，比如说你刚刚强调那些系统拆解，他怎么拆，为什么这样拆，那他重点他怎么抓出那个架构，为什么这么好你可以跟同学做个分享。好，那所以呢各位你在课堂上你可能会想要怎么做好，那我们就请各位来讲一下好，你可以参考这边的，你也可以参考后面后面我有给一些，比如说你的自评互评表啦，或者是他你可能有一些具体的讲法哈，某某同学你的所谓的具体的讲法这件事，我想很多老师会讲的比较抽象哈，同学你做得很好，但是哪里做得好不知道，所以你要讲法要讲得很具体，比如说灯光的变换很有层次，可以搭配你讲的那个故事变换不同的场景灯光，像这样的讲法会比较具体哈。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那包括可能你觉得你做的那个过程中哪边需要调整，你就做一个括号或者是说做一个连接线，可以怎么去做进阶。那比如说我想到那个演出，我就分四个层次去做演出，第一个很简单的弹奏，然后接下来换成红外线，你可以接触某个地方就可以弹奏。那第三幕呢，你可能就是用手工接触或肢体夸张动作，把那个按钮安排在你的嘎吱窝，安排在你的大腿内侧，所以他要弹出这个音，他可能就要夹手背或者夹大腿这一类的比较夸张的方式。然后或者甚至你把这个机关就装在来宾的身上，邀请他上台跟你们一起演出之类的，你可以做一些修正哈。那这个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调整。那我想就给老师五分钟，一样五分钟，各位老师可以想一下，我在这个阶段我可以做些什么？好，请各位老师写一下哦。
哎，我的计时器哪里去了？好，好，还有四分钟。哦，通常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在电脑课建立小朋友的信心，尤其是那个低成就的小孩。哦，因为其实像这些低，我当初为什么出来教创课，就其实是因为我后来下山是在一个很注重成绩的一个学校。那我们每天在当导护的时候，在穿堂看到那个学生进来学校的表情，好，大部分的学生都是愁眉苦脸，因为老师会一直念你为什么这个考不好，为什么功课没有教，哦，所以我其实是心疼孩子才会跳进来创课界，哦，所以我们在课堂上面就会开发一些很好玩的专案，哦，让他们能够在国音数的学习之外，哦，能够找到自己的兴趣，找到自己的成就，建立自己的信心，哦，所以我都会在建立信心这一块特别的用心，特别的去观察，哦，只要他有任何一个很棒的可以值得 夸赞的地方，即使是他今天穿得很漂亮，好，或者是说他的那个 Scratch 某个角色的移动方式很有创意，你就是要想办法去称赞他，而且是公开称赞，哦，那这个小朋友未来他觉得在你的课他很开心，因为他会发现他自己是有用的，哦，那这样的一个建立信心之后呢，他之后在其他的领域你会看到他慢慢在学校开始有笑脸，哦，至少他在电脑课的表现是获得老师称赞的，哦，那同样也会引起他在别的课堂会比较开始有一点信心，哦，人际关系也会比较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资讯课的贡献很大的是在这边，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建立信心的部分。好，那我们的时间，哦，有点紧迫了哈，哦。好，那我们一样，要征求有老师想要分享的哈，哦，请你就在讯息列上面，哎，喊一下我们哈，哦。那或者是说，如果都没有的话，我们就留到整个课程的最后，我们再点几位老师来帮我们分享回馈一下。那我想各位科技老师今天会来上这个课的，哦，一定都是非常用心的老师，哦，想要你的科技课不一样，哦，我们强调的并不是技术了，哦，我们感谢文川老师，哦，待会要跟各位做分享，那就请文川老师准备一下。好，那也谢谢静之老师，哦，就是真的这个部分是我们资讯科技课可以带给小朋友，在那种一般学校重成绩的学校里面唯一不同的地方，哦，好，那时间到了，哦，那我们就请那个文川老师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画面吗？好，非常感谢愿意分享的老师。欸，大家好，我这个部分呢，大家应该有看到我的画面，因为我本身教资优班啊，所以对我的孩子的程度相对是比较高的，所以通常我这个部分我会有我的想法，但是通常在这之前我会提供类似这样的表格让孩子去
去做思考说那我们应该去怎么去做这一件事情。所以通常我就比较不好意思把老师的表格转化成这样，就是我会做一个转化，然后让孩子分组去讨论说，那如果我们的步骤是分享、建立信心、回馈，还有榜样学习，那我们这一组准备做的内容可以是什么？然后并且指导孩子去说明，那你这个理由到底是什么？然后等他们回馈分享完这前面两个部分之后，再来做截长补短的动作，说，哎，那别组分享了什么？那我们这组是不是根据我们这一组不同同学的一个个性跟习惯，以及目前的实作的成果，那我们又可以做什么？啊，这个部分是我在这部分做带领的时候会做的动作，这样子。好，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好，非常谢谢文川老师的分享。那双向性目标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工具哈。好，那我就继续分享画面哈。好，所以刚刚文川老师的那个部分其实非常棒的是，他那个双向第一个双向性目标本身就可以发挥创意跟做一些检核的部分。尤其是他刚刚最后下面那一格哈，截长补短，就是你听完人家的分享之后，我这一组自己本来的内容又可以做哪些改进？好，这个也可以促进他的一些反思哈，这是也算是高层次思考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哈。然后洪老师也要分享吗？那就洪老师来吧，我们把握时间哦。没有，好，没有关系，那我们就继续哈。好，所以这个部分就是麻烦各位老师在这个阶段要帮我们做这四件事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到第五个阶段哈。那第五个阶段其实对各位来讲可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部分哈，比较陌生的部分。那这个比较陌生的部分因为我们在平常以前上课的时候从来几乎没看过老师有做这些动作的内容。那什么叫自主后设？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培养他的自主学习力，然后这里面呢很重要一个东西叫做后设认知。那所以我们在我们先前的课里面，我比较常用的就是我会先让学生去回忆，回忆之前做了什么事。我就直接举例了。好，用这个，我后面有一些参考，我就直接举这个例子哈。好，如果假设我现在这个部分，我想要训练他学的是运算思维里面的系统拆解，那我前面已经经历过这些内容，已经做完了嘛哈。那我就会要学生，请各位同学回忆一下，我们之前呢在做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有把这个主题拆分出很多的小系统。你还记得吗？好，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方法，把一个大的问题拆成小问题的这个部分，可以让你的问题简化。然后呢，这个动作叫做系统拆解。所以以后你遇到问题，你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系统拆解的动作，它就会让你的大问题变成小问题，然后你就可以去各个击破，就会变简单，变容易，很容易去完成你的任务。那所以回到生活上来讲，如果你已经学到这样一个方法，那比如说期末如果原油会交给你办，你会怎么去规划？你甚至就把这个任务丢给他。好，丢给他。那当然你用九宫格什么都可以处理哈。然后所以你甚至可以，如果你要更进阶一点，你就是把这个弄成一个作业丢给他，请他去把这个九宫格完成回来交给你，或者小组讨论都可以。那就请各位同学，那期末圆圆会就交给你们这一组规划哦，那个毕业晚会就交给你们这一组规划哦，然后他就要把那个系统拆解的图交给你。好，就类似这样。所以我会把这样的一个重点，好，就把它跟在这个部分跟各位同学做分享。好，那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重点，以后我在上下一个主题的时候，
我在要进入这个部分之前，我就会直接提醒他说，哎，各位同学，我们上一个，哎，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新的主题，那各位记得我们上次在做主题的时候遇到大任务要做什么事吗？然后同学有人会记得，有人会不记得，那没关系，前面一两次你就再提醒他，哎，我们做了系统拆解，你还记得吗？那你就要把大问题拆成小问题哦。然后所以第二堂课你就这样子先问他，先提醒他，让他脑袋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在里面，然后在下一次上新的主题的时候你就再提醒他一次。那通常四五次以后，小朋友就会跟你说，哎呀，我们都知道啦，就是系统拆解啦，我们都知道，老师你不用再讲了。如果你的学生有这样的一个反应，那就表示他们已经都把这个系统拆解已经内化成习惯了。好，所以他们就学到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所以我会在通常会在教学的时候会安插这样一个动作。好，所以我就先让他回忆，然后再定义说这个是什么东西，然后再举例，举生活上的例子，然后让他们去练习，把这个方法扩散到生活上，然后练习次数多了，他们就会内化，就会习惯了。好，所以你可以用一个这样的步骤，那其实他就会学到自己怎么去学习的一个控制的控制的方法，然后呢他也会习惯，那个脑袋会有一个监控机制，好，他以后遇到大问题他就要拆成小问题，就会有一个后设认知的监控机制。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给各位参考一下。那所以你在课堂上你要怎么去引导你的学生做这一件事情，做这个学习。好，那我这下面刚刚讲有这边有系统拆解我是怎么提醒的，然后抽象化啦，模式识别，演算法，资料表示，跟设计思考，跟后设认知的学习的部分哈。那各位可以自己参考一下，那你可以想一下，那我如果自己在课堂中我要怎么样去引导学生来学到这个学习的方法，学到这些方法。那请各位老师再给各位五分钟练习一下，这个部分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部分是往后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在任何一个领域都用得到。我们开始五分钟给各位练习一下。那个国中以上的老师哈，其实他们会蛮讨厌国小老师的一个点，就只有这一个点，他们特别在意。你会发现国小的学生到国高中去之后，都会被老师骂，跟牛一样哈，要打一边他才会走一下，打一边走一下，就不会自主，不会自动。这其实跟国小老师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哈，因为国小老师很习惯把学生的生活安排的好好的，把他的学习安排的好好的，你现在就只能做这个动作，你不要做其他的事，你就只有做这个，就把这个完成就对了啊。完成之后，哎，下一动做什么你都把它安排的好好的，你完全不让学生有自主的机会，不让学生有思考的机会。所以养成学生就是讲一动做一动，讲一动做一动。但国中以上的老师呢，他根本不管你，好，他只是说你要学什么啊，你就要自己去学，自己要掌握进度，掌握内容，掌握进度，控制自己的学习。所以国中老师都会骂国小老师把学生这个部分安排得太好，丧失了学生自我控制自我学习的机会。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对小孩将来能够自主不能自主，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尤其是后设的这个能力哈。那我个人会把后设认知的这个学习分成两个阶段哈。学生刚开始的时候我只会引导他关注，那个关键重点是我提供给他的，所以他只要关注这个重点，然后持续的关注，
经常的练习，最后内化。好，就是刚刚跟各位老师提的这个部分，这是初阶的。那如果学生其实他已经成熟了，有比较能够进阶了，那我就会让他进入这个阶段。好，就是要去观察自己的学习，然后从自己的学习里面去抓出那个重点跟架构，然后按照那个重点跟架构持续的保持他的学习行动，然后持续的做一些方法的修正。好，那这个比较难，这个通常很多老师也不会，很多老师也不会哦。这个是补习班里面，你知道补习班为什么补习班那么有效率？因为他把那些关键重点架构都给抓出来了，然后透过一些方法的引导，谐音啦，变成故事啦，变成影像啦，透过一些记忆的方式，让学生就按照那个方式去做学习。但是重点是产生那个方法的部分，那个是属于后设认知比较进阶的部分。那如果老师能够把学生引导到，除了自己会，还引导到学生会的话，这个学生以后会很不得了。好，他可以跳脱自己的自我，就是我们俗称的高我，他可以好像自己的灵魂出窍一样。好，然后在自己的身后，然后观察前面自己在做什么。如果他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个部分他就没问题。然后再加上你有学运算思维的抽象化，你知道怎么样在茫茫大海里面去捞取那个架构，把重点抓出来，你就可以把这个架构，把这个方法，把这个内容给重点给整理出来，那你就可以产生一套自己的方法。好，所以后设认知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的小孩未来成不成功，其实就在这个部分。好，那如果有老师要分享的，麻烦在讯息里面帮我们加一下哦。那个张老师要分享吗？好，有老师要分享吗？好，这个部分是对老师来，很多老师来讲是一个新的部分哈。那在那个学习的更好的那一本书里面，其实也有讲这些内容。那我在给各位的那个参考资料里面，我有做一些简单的思考的摘要哈。好，那我们欢迎那个大平实小的静之老师啊，请静之老师可以直接分享你的内容。好，静之老师，麻烦你。OK， 好。我要分野。我刚刚根据老师提醒的，我还是觉得我们小学生也许没办法用全部开放性的去做自主后设的那个步骤，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许在这个过程里面，老师可以先跟孩子讨论完，然后陪他们一起拟定一份学习行动的检核表，然后他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检核去看看自己是否有达成那个目标。这边没有写完，就是如果里面有未完成或觉得自己还有可以加强的部分，他可以去再去根据那个，例如说可能我们是有圈圈、三角形跟叉叉嘛，它可能是三角形或叉叉的部分，那他就可以知道自己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最后我觉得孩子要对自己给予自己一些评价，那这个评价我们当然希望他可以带往好的，去肯定自己的，那同时老师也可以给他正面的回应，这样子就是我简单的想法。以上分享，谢谢。谢谢静之老师。好，那非常棒，就是我们在他其实这个自主后设的这个能力，他的重点其实就在于关注，
好，就在于你关注怎么样去关注自己的学习了哈。那也就是说，只要你有办法把那些需要关注的重点或者架构，或者他要评量自己的一些标准，把那个关键字把它钉在他的脑海里面，让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会自动去关注这个点。好，他三不五十，我做到一半我就想，刚刚老师说这个重点是什么，我在做这个东西有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重点，那如果没有达到我就哪里要继续加强。好，如果哪里达到，我这个部分就 OK。 所以当你可以引导学生去关注这样一个内容的时候，其实他的后设认知，初步的后设认知就慢慢建立起来了。所以把那个关键字放在他的脑袋里面，其实这个是初阶的一个重点。那其实我们电脑课通常从国小中年级开始上，所以其实真的很简单，是可以做得到的。好，我们刚刚讲那个步骤，你回忆，然后把那个步骤让他回忆，然后每一次上课就再回忆一次那个步骤，久了他会内化知道。像我自己在上 Arduino 课，我会有一个步骤，就是先了解再测试，先观察再使用，这四大步骤我会在学生在学感测器的时候，我会一直盯这四大步骤，好，盯到后来学生就会觉得你很烦，说老师我们知道了啦，以后我拿到一个新的东西，我就是先了解这是什么感测器嘛，我可以 Google， 我可以问老师嘛，然后我再接线上去测一下，看它能不能 work 嘛，会不会数值会不会跳动，然后再观察再使用，就是我会去看那个数值跟正常的生活的一个比对，可能是光线越强数字越大，然后最强到什么程度，最暗到什么程度，我去了解这个数字之后，我就之后就可以写程式。所以我们知道这四个步骤，老师你不用再讲了。当他们有这样一个反应的时候，就代表他们在学感测器这个自主学习的方法的部分他已经内化了，所以你就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去做一个调整了。好，那这个部分大概就是这样。那敏如老师问说旁边的画面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老师可以说明一下吗？好，那或是说等一下我们留下来再做沟通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必须要计时器，那个是网络浏览器有计时，有那个外挂功能，所以你外挂功能直接去找那个 Chrome 的外挂就有这样的功能，或者是找一个网站有计时的功能，就可以把那个画面放一半在上面。那也有一些小工具可以直接把工具放在上面。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进行。好，那再来好，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创造力培育跟那个素养导向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我们这一次课纲的一个重点，就是当我在课堂里面学到这些东西，那我们课堂里面讲的可能会是专业的科技领域的技术的部分，不管是开放硬体还是程式的部分，然后透过我们上课的一个刚刚前面的一些转化，那我们必须让它连接到生活上。好，我们透过学程式学创客，然后学到运算思维，学到设计思考，那这些方法怎么用在生活上，我透过这样的一个部分来做转化。好，也就是说我可能在比如说在我刚刚那个玛丽有只小绵羊里面，我会学到数位的输入输出，那我希望他对这个部分来去做生活的连结，那我就给一张九宫格，那所以这个就是数位的输入输出。比如说我主题就定，你们在刚刚那个主题里面看到这些感测器，就是你有状态改变它就可以动作的这一件事，好，数位输入输出的这件事情。那在生活上，好，在生活上你有发现哪些事情是这样一个动作，请你导出八个案例写在上面。好，那所以这一章是观察跟生活的连结，
所以小朋友就可能我爸爸的车那个如果跟前面距离太近，他会自动刹车，或者是下雨的时候那雨刷自动会开始刷。好，那或者是说我们那个厕所的自动冲水，好，那个尿尿的时候便利商店的门，对，那个静智老师说的对。好，还有那个走在公园好暗暗的地方走过去灯会自动亮，这些都是属于状态改变就动作，所以他可以利用感测器跟那些元件就可以做一些处理。好，那当然我们在写这个九宫格的时候，我们可以让他们写关键字或者是简图就好。所以各位看得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吗？我好不容易二十几年没画图了，各位觉得这是什么意思？我也是很伤脑筋哈。好，这个是那个鬼屋哈，鬼屋有没有？然后那个你走进来，你可能踢到一个机关或踢到一条线，或踢到那个红外线，经过红外线，那个鬼就会跑出来吓你哈。啊，这个各位应该就看得出来了吧？有些车子你那个后门行李箱要开，你是用脚去下面晃一晃，它就会自动开，对不对？好，所以感测器的输入就可以造成它的这个车门状态的改变。好，那我想我应该给各位一点点时间，好，去把这个空格给完成哈。那不过我先把它讲完了哈。好，那另外就是刚刚是讲跟生活的连结，所以经过你学到的东西，好，你可以把它跟你的生活做实际的连结，好，同样的动作，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用你的刚刚的感测器的技术开放硬体写程式去把它做出来的哈。那真实生活上它会有这些东西哈。那接下来第二个阶段呢，你可能就是要培养创造力。那培养创造力也是很简单，用九宫格然后呢重点是利用刚刚的原理，但是你还没有看过的啊，你就一样可以把它写在这边哈。比如说那个胖子的运动减肥侦测器啊，他如果在那个地铁侦测到这是胖子，那我那个电梯那个楼梯本来电梯是一直有在运作的，我只要侦测到胖子，我电梯就停止运作，就让他一定要走楼梯，那这样就会全民都会变瘦，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做出这样很有创意。那像这个各位看得懂我的图吗？就你把它放在教室的门口做一个栅栏，做一个感测器跟喇叭机关，然后你把那个每一课要学的生字就把它写在程式里面，句子把它丢进资料库里面，然后只要侦测到有小朋友要经过教室的门上课下课，那你就把那个要背的单字念出来，好 ，This is a book， 然后他就要照念一句，然后经过 Google 认证比对，啊，声音一样，那个栅栏才会打开，才可以出去下课，啊，那如果这样子每天都这样学习的话，我想你的小朋友英文可能会很厉害哈，好，所以我留了两个给各位学习一下。那另外，如果说你觉得这样子太多哈，内容太多啊，你要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我们有一个叫做333学习单，那你就让学生拿一张纸，然后折成三个部分，然后你第一个就是我学到什么，我在这一门课里面学到什么，直接写三个重点就好。好，可以是技术面，可以是知识面，可以是方法面，情感面都可以。然后再来我探索，就是跟刚刚一样哈，我生活上有哪些是运用这个原理做出来的，请他找三个出来。然后最后一个是我想象，就是我还没发现的，但是这个原理应该可以做出来的，好，他一样可以写在这边。好，那好，各位应该看得出来哈，就是比如说刚刚那个哆瑞咪那个，我把它做成 LED 灯条，那灯条的显示会比小灯光、小灯泡在舞台上的效果会更好哈。那像这个就是说我刚刚那个模组按钮会显示跟有发出哆瑞咪这个声音的部分，我可以用 Hello Code 做成无线的，那每一个都是一个模组，那无线的又可以扩充做连结哈，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可以商业化的一个模组。我只要我要三个按钮我就拿三套，我要五个按钮我就拿五套，
你就可以放在穿堂，放在哪里，就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装置哈。那所以这是比较简版的哈，一张学到三个。那这是比较复杂的版本，就是每一次 focus 在某一个部分。那也请各位老师，哦，我们耽误一点点时间了哈，请各位老师利用三到五分钟的时间，把这个三个格子把它填一下好吗？当然这个部分会非常有趣，尤其是你在跟同学在做分享的部分。好，那每一个学生的想法都会不一样，所以你会收集到很多很棒很有创意的 idea。 那透过生活的探索，他会把你学到的理论跟生活的实际给结合起来，好，他才会了解这个真实世界的运作。那透过你的这个创造力的发挥，你想到了这些 idea， 也许现在的技术可以做出来的，那你可以安排一些之后的社团课去把它实做出来。那有些东西可能是现在的科技达不到，或者是说你学校的财力办不到，或者是说你现在没有这个零件可以用，那你就可以放在之后，如果有机会时机到来的时候，你再把它做出来。好，那我想这个部分会非常的有趣。然后你把那个收到的作业，你可以跟同学们做一个分享跟讨论，这个部分你会觉得是你这门课整门下来，你觉得小朋友最开心最快乐的部分，因为真的你会发现很多的创意你从来没想过。好，那各位再利用三分钟的时间，把它写一下，把它写一下。好，那如果用画图的老师，你可以剪个图把它放进去。那当然在日常生活政课的操作上，其实就是一张 A4 的纸就可以搞定，都 不一定要进办公室，不一定要进那个电脑教室，不一定要用电脑，不一定要用平板，一张 A4 的纸都可以做这个部分。好啊，我这个30年没画图了哈，这几张图哈，被老师盯着把它画出来哈，希望各位还看得懂哈。啊，所以你看，像我这个30年都没有画图的，我还敢把我的图贴出来给大家看，所以各位不要害怕你的分享，真的，我们每一个老师都不是万能的，包括我也不是哈，那就是一个想法的分享。好啊，有老师要分享的话，也在那个讯息列上面加一哈，那你可以连同之前的再做一下分享，那我们征求一位老师就好。好，因为有时间上的关系，好，我们已经超出了一点时间了哈。好，那这个部分哈，其实如果是像我们一般老师研习哈，我很爱给老师做这件事哈，但是通常都时间都不太够，因为哈，我们在国中小的老师哈，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可能师范学院或者是那个师专啊师院就上来之后就直接当老师，那比较没有在社会上有一些打滚的经验，所以想法通常比较单纯哈，那所以有时候会比较少有那个比较枯手的想法，但是枯手这件事情真的蛮有趣的啊，蛮有趣的啊，我想会开创你的不同世界了哈，所以我其实也蛮鼓励老师常常去看电影、看小说。好，里面会有很多的想象。好，那你们为什么觉得电影小说那么好看？因为他们开启了你的想象。
哦，开启了你的思考的另外一个空间哈。好，待会婉珍老师会有一个小分享哈。好，各位老师加油，还有二十秒。啊，如果老师学生蛮善会这善用这个工具哈，包括那个双向细目表，我在资料夹里面有放一个曼陀罗什么什么那个文件档哈。好，时间到了哈。那个资料里面呢有我们之前的一些参考案例，在这个地方这个档案里面有九宫格，有曼陀罗跟那个双向细目表，哦，它也是一个非常容易可以鼓励学生产生创造力的一个方式，里面有很多的案例，哦，各位可以有空去看一下，你会觉得非常的有趣，哦，以后不怕没有创意，哦，好，那我们就请婉珍老师分享一下好吗？老师好，我想要分享的是那个刚刚如果有动作啊，就有状态改变就动作的这个方面，譬如说你如果家里有养宠物，然后很多人会是宠物放在家里面，然后会先做好训练，对不对？然后监视器可能会装一个监视器，那在上班的时候啊，你不可能随时都盯着它，对不对？然后那个如果可以侦测到狗狗其实很长的时间都趴着休息，那你侦测到它动了之后，你就启动监视器，然后你就可以看一下它在干嘛。它如果在做一些奇怪你不允许的事情的话，你就可以发声，也可以装一个麦克风，让它想说哦，我主人的声音怎么在这边？它有在看我这样子。就这个小分享，谢谢。啊，老师一定有养宠物，养狗，对，这个非常的有趣哈，所以你就会发现透过这样的一个想象哈，透过这样的想象呢，其实如果你真的去依照这些想象去把你的一些作品做出来哈，我想这个世界应该会非常的缤纷哈，非常的好玩，非常的有趣哈，然后甚至有些内容你可以把它做成这个未来的可能你的这个生产的工具，或者是未来的一些你可以做一些生意啊，做一些小东西可以赚钱啊，甚至登记那个专利之类的哈。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的六个流程就简单的带各位到这边哈。那因为我刚刚忘记提一件事，就是我们其实在做这些课程设计啊，会希望各位就是在评量的阶段，哦，你要去回扣到我们的那个课程的整个核心，你要检核的这些项目。所以你在做那些自评互评表的时候，或者是你的课程设计，你的脑袋里面都要去想，哎，我有没有做到我要的这些重点，哦，你要去回扣那些东西，好，这个也蛮重要的。好，我想最后的部分要麻烦各位哈，帮我们做一下，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其实有跟学术研究有挂钩了哈，所以感谢各位今天帮我完成了这一个整个课程的部分，也了解这六个很容易实施在课堂上的内容。那希望我真心的希望各位把这六个步骤，好，可以有系统的带到学校里面，让学生可以去做一个改变。我想经过老师的引导，学生有这样的一个方法跟能够不同的一个学习，这会是在上资讯课之外的比较大的一个收获，而且是用在生活上每一个人都用得到的，即使他以后毕业之后不是走资讯方面，好，在生活上都可以用得到。好，那麻烦各位，我们这里有一个小问卷，好，你可请你利用时间帮我们填一下。然后呢，你的这个刚刚练习的那个简报档，好，请你存档的时候记得你的档案名称后面加上你的名字啊，不想放名字的你就随便取一个代号。那好了之后呢，请记得帮我们把它丢到这个我们刚刚分享给各位那个资料夹。
好的这个档案角角里面，好，请各位把它丢进去。那这两天都可以丢，好，这个没有时间的关系，好，没有时间的关系，那各位做好都可以把它丢上去。那当然里面会有其他同学其他老师教的部分，你也可以下载回去参考，好，这是一个分享的机制了哈。那当然如果你不愿意教，我们也不会强迫你哈。好，那就拜托各位帮忙好做这件事。那问卷的部分呢，请各位在明天中午以前现在其实就可以点了啦哈，最慢在明天中午以前各位把问卷给丢上去。那我会在明天晚上进行抽奖的动作，然后抽到奖的我会把小礼物用电子邮件会先跟你联系哈，拿到你的地址，然后再把小礼物寄给你。那刚刚有跟我们分享的老师非常感谢，那我会各位就不经过抽奖，我直接把小礼物寄给你，非常感谢。那我就把时间交回给慧敏老师。好，非常感谢邱老师的分享。那我是不是可以借大家的手给邱老师就是掌声一下？好，非常谢谢，谢谢。好，那非常感谢邱老师进行的这个分享，我想这个对我们的教学实务上是非常的受用哦。那也希望各位老师把这样的教学流程慢慢的融入在自己的课堂中的教学。那接下来我们在9月25号我们还会再有一场，那这一场呢基本上邱老师会再用另外一个方式再把这个6个步骤再带各位老师做一次。那我想今天各位老师可能大概有一个初步的架构，那我想这一场结束之后，各位老师可以试着在学校做一些实作，然后等到9月25号的时候大家又可以再做一遍。那我想可能会有更多的互动，因为老师开始到现场去，然后知道可能有一些学生或是实施上的一些困难，我想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更深入的讨论。好，那我想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结束，那我就不留各位老师了。那基本上邱老师应该还会再留个10分钟左右，那如果各位老师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您可以直接开麦跟邱老师做互动。好，那我就非常谢谢大家。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谢谢。那个两位老师举手有问题可以直接开麦，直接询问哦。有吗？洪老师跟那个坤元老师。不要客气，直接打开麦克风。老师你好，我想分享一下啦，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偏乡的学校很多弱势的学生，那常常会遇到说老师不愿意把比更弱势的学生不愿意放来上资讯课，这其实我们想赞美他也赞美不到，因为老师根本不愿意让他来，他可能留在教室做作业，我觉得很可惜。就是我每次一直在跟老师强调的部分，就是说希望可以让学生来上资讯课，就是我要分享说在偏乡很常遇到的一件事。是这个我在学校也有遇到哈。那如果是国中，国中比较好解决，因为国中有教学正常化的督导，所以你就把这件事情直接跟那个导师跟他说，我们教学要正常化，我们资讯课也是正常的课程，好，正式的课程跟你国语数学一样科科等值，所以有些事情是要去争取的哈。那尤其是在各位学到那个运算思维设计思考的方法之后，如果你之前有听过我的演讲，你会发现这个方法是用在他的生活，用在他的工作都用得上的一个能力，好，绝对不是只有在资讯课科技课用得上的。那所以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观念必须要经常去跟老师洗脑。好，那如果说在国小，好，国小就比较难这样要求，但是我觉得啦哈，像我自己在学校，我是非常强势的一个电脑老师。虽然各位也知道说那个每次在表决的时候，资讯老师只有一票，其他都是导师的票，对不对？但是当你把这些这么重要的东西，在利用各种招会啦，甚至是那个什么周三进修，老师帮老师上电脑课，甚至因为你是电脑老师，学全校电脑都是你在修的。你就可以一边跟他修，好，一边跟他宣导一下这些观念，然后一方面因为你帮他修电脑，至少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嘛，对不对？电脑老师的话通常他们多多少少会听一下，
哦，所以你我觉得是可以跟导师要求的，好像所以我就会拒绝那些要把我的课挪用的导师，或者哪些学生没有交作业不能来电脑课这件事，在我强烈的要求之下，很抱歉，没有办法，你就是要来上我的课，因为我就是要救这些小朋友。好，不要被那些老师给我觉得我们电脑老师的责任在这个部分非常重大。好，谢谢老师。那第二个想要分享的，就是因为我其实上一次有上过老师的课，那我之前还有上那个雅琳复兴国小雅琳主任的课，那我有提到说，哎，我们资讯课的方式能不能，因为我有跟着他在做那个自主行动学习的部分，说那我资讯课如果能不能采用类似英才网这种视学的方式，那因为还没开学，因为那是暑假的时候去上他的研习嘛，那他其实有分享，其实应该我发现他的那个视学的模式其实跟老师在讲的就是任务拆解啊，然后跟这六个步骤其实有点像，就是主要还是要培养学生，老师主要是要培养学生后设认知的能力嘛，对不对？那那个很多个部分，对啊，他的那个目的就比较偏向于希望学生可以做到自主学习的部分啊。那我在想说这两个是不是也有共通可以连结的部分，说在 Switch 啊，甚至老师刚在分享是 Arduino 的部分，那我们学校是因为我没有 Arduino， 所以我是用 MicroBit 在做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做到这样的部分。对，那我是就是上完这堂课的小小的分享，谢老师。谢谢。其实我们资讯课里面还除了那个自学能力哈，自主能力这个部分，跟刚刚你讲的那个雅琳那个部分其实都会有关系哦，一样是训练自主的部分。那但是我们在资讯课里面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这个部分。那这五个方法哈，我之前就有影片，各位可以去脸书上面，我有贴那个之前影片的连结哈，或者在我个人的网页上都看得到。那我们在资讯课其实更重要的是训练这样的一个方法。那系统拆解就是你把大问题化成小问题的能力。那有这样能力的小孩，以后他是一个 leader 领导者的一个能力哈，任何问题交给他，他都可以解决，因为他会把大系统拆成小系统，然后找人协助这样。那演算法呢，就是你会把你的解决一个事情的方法，把它按照步骤排列变成 SOP。 那这样有这样能力的人，他至少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执行者，或者是一个小 leader、哦、小 leader 他针对这个问题，他可以找出这样的解法，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模组、哦、把它抽象化变成一个模组之后、哦、就变成一个公式。那以后有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就像你们交接职务的时候，老师都会给你一堆卷宗，对不对？那堆卷宗里面的内容其实就是那比如说那个办理晚会的演算法。好，那所以你会有很多卷宗，所以你会有很多抽象化的东西的结果、要办什么业务，办什么业务要哪一个卷宗。所以当你去遇到那个任务的时候，我就去参考这个卷宗、哦、参考这个副程式怎么用，直接呼叫那个副程式、哦、我对待 AB 型的人，像我这么龟毛的人，我要怎么样去跟他应对、哦、所以你就会去依据、哦、数学的状况，你是什么状况，我要套哪一个公式、哦、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平常可以用到的一些方法。那包括资料表示，我的资料怎么呈现，你给一堆数据跟你给那个图表等级一定是不一样。那如果你给了图表之后，你再加上你的一些分析判断，你给一些选择的方案 A 案 B 案 C 案， A 案会怎样， B 案会怎样， C 案会怎样，要付出多少，成果是什么，那老板是不是又会更喜欢你。那如果你遇到一个这个耳朵不好的，那你就要把你的资讯转成视觉的资讯。好，那像你给老人的东西就是要字大图大声音大。好，这个都跟资料表示有关。那当你有这五个能力之后，你具备运算思维的这个能力，你未来在生活上是不是就可以处理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这五种方法来处理。好，所以我们其实在
这个部分会是更重要的一个重点，包括那个设计思考的部分。好，那这些影片在我的网页或在我的脸书都有贴连结哈，那欢迎各位再去搜寻，那找不到你就直接赖我啊，我直接在脸书讯息上面跟我沟通，我会再把资料给你。好。好，那我想时间差不多了。那因为邱老师本身就是那个网红人士哦，所以大家如果要跟他接触还蛮容易的，可以透过 FB 的部分。那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参与哦。那我们今天研习活动我们都就到这边结束哦。那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下午。好，那邱老师非常感谢。好，拜拜，拜拜，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大家，记得帮我问卷哦，问卷跟那个档案再麻烦交给我，谢谢，谢谢，拜拜。好，谢谢邱老师，谢谢，好，谢谢，好，谢谢。